这便宜。啊，那。我这抽烟了嘛，那刚烟嘞。这是陈永贵啊，是吧？这是毛主席会见。毛主席接传。嗯。那就看。没谁搞好啊。啊，这个陈永贵要带的不少。对吧？是吧？那他会不会嘛？哦，正是啊，正是啊，国外孩嘛。嗯。这就是当年陈永贵住的地方啊。陈永贵在虎头山上和周总理握手那个念。你当给我的粮票、工价。刀子扔。还有我的衣服、鞋子、袜子。啊。然后这张放的是当时胡正林品给海界去赠送的龙虾。这龙虾还有这什么？嗯、龙虾标本嘛，标本啊，嗯，被海舰队给的，那是好像吃的。走毛主席，外出无疆，嗯。嗯，也就当时那时候绣的那种。这是以前的吗？都是。嗯，都是以前的。现在没有了，中间是个临时休息室，用过。就是粮票，粮票我都用过了。用过了。粮票呢？用过了，我操，北京啊，没有粮票吃不上饭。受不了。北京都拿东西啊。我要大家以后下回去工作，然后过去就当接待外宾。想放羊。这是他穿过的衣服哈、啊，袜子、鞋。这把杯子、毛巾、墨镜、衣服、帽子。跟咱实习生。哎呀，穿上个棉袜子呗，累，累个大妈的。嗯，对。蛋蛋，拉出头。在靠墓的那岁数的靠。
这条路是叫我九五转的，五月份转的。Yeah.